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爬墙玫瑰，以前种在后根，见不到阳光，长得不好。把今天把它挪过来，感觉它活了哈。这个不是那个真木的花，应该还是那个嫁接的花，没问题。啊，今天我主要是想看一下我院子里的那个育种的哈，杂交育种的牡丹。啊，顺便看一下它附近的rose， 这个白色的，在这个下边呢，可能也见不到阳光，也长得不好了。主要是那个金龟子，它吃它。好，这个就是育种的，这个疑似花王，应该是前面都已经长种子了，我觉得肯定长了一个啊。我就不掰个看了，掰一颗一颗少一颗，皇家门和花王。我明年我就只一棵树啊，只副本只用一种。啊，今年我只想试一下，岛锦也不知道是杂交，它好像也不知道授粉成功没有。没授粉没成功的话，它自己应该是不会长的。长寿乐。是长寿乐。再看看这边的，你看应该是都有种子啊，都有种子。岛锦这个呢也是岛锦，应该有种子，至少有一颗，看样子好像也至少有一颗啊。这个哦，它自己的种子好大。这是芍药，我刚才喷了那个马拉松和硫磺粉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可能没有接呀、啊。这个看来也是，有一颗吗？这个母本是皇冠，这个大的是皇冠，长寿乐之类的。啊，这个应该是肯定可以了。这个长寿乐，母本长寿乐，副本岛锦，你看，左边这个他自己的好大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内部那几个。这个留的种子，这是这个海黄的下面的芍药根留的种子。啊，这个是。这是岛锦，母本岛锦，副本用的花王。应该我这儿只弄了两朵花啊。这个是，这个应该有种子，看着像它自花授粉也应该有，皇冠和岛锦应该有，看那样子。哎呀，这花王自己怎么感觉好像要黄呢？应该没事。然后这边有个皇家门，哇，长好大。皇家门它自己自花授粉哈，或者是我把其他的花胡乱授的粉，我就想得种子嘛。圣代和皇家门，应该也有种子。然后那边应该还有几个。这个，长寿乐和皇家门，这还有一段。说是今年我就来杂交了，所以说今年的花就没有去年的好看。岛锦和皇家门，应该有种子。好，今天。